东西拿走。我先走，真的，我有公告，走走走走，拜拜，我不拉你啊，你保真的要走，拜拜，你们两个要牵手一起，你就不能成全我们？你真的走了？哎呦，哎呦，我是小丑英雄。哎呦，成功成功！哎呦，是小丑，哎，你看我，哎呦，我是小丑，你说，我等你说，你说，说要精彩，要刺激，世界不能没有我。Yeah。言之言之，语之语之乐，我说很来自暴自弃，自怨自艾，自生自灭，求自由。就自在，每次夸，每次买，装大下沉沉不成功。这些，哎，别打你吧！跑出线坐掉，哇！我抓了，跑到那边去。哎，人家认真呢。屌哎，那演到一半自我在找路啊。还心虚。拉太慢，拉早一点哦，早一点。拉早一点，你要不要顺便问路，就找路怎么去？神经病啊 ！NG， 最后一次机会，我跟你讲。你不懂我，我说，说要精彩，要自己，世界不能我。我是小丑，你说，你看透我，你说，说我丑陋，没有用，扶不起的阿斗。我是小丑，你说，我等你说，你说，说要精彩，要自己，世界不能没有我。知道是言之言之，语之语之乐，我说很爱自暴自弃，自怨自艾，自生自灭，求自由，求自在。每次夸，每次埋，妆发下沉沉不成根。这些难懂，我唱唱跳跳，又不能漫不自作弄你的心跳。长得像是尖叫，人人带着微笑，天天把它抹掉。我是小丑，很骄傲。Everybody happy happy， 空天色，红歌刺激，穿个跑马短裙，今天 dance dance dance， 要在舞台 party party， 可能跟前奔到最顶，要想看我的命运，我充满惊喜。我是小丑，你说你不懂我，你说说要精彩，要刺激，世界不能没我。我是小丑，你说你看透我，你说说我走了没有用，扶不起的阿斗。我是小丑，你说我等你说，你说说要精彩，要刺激，世界不能没有我。我是小丑，我说你不懂我，我说说要精彩，要刺激，世界不能没我。我是小丑，你说你看透我，你说说我走漏没有用，扶不起的阿斗。我是小丑，我说我等你说，我说说要精彩，要刺激，世界不能没有我。哎，吞那么进去啊，不要了，哎，哇，哎，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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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谢谢大家。刚刚看这一段的表演哦。其实我会想到以前非常有名的一部电影啊，什么电影？小钟哥，你就像汪洋中的一条船，对，一条船很重要，无助，海是海，对对，你是你的船，对对，在当中飘荡，对，然后找寻方向，找不到位置，慌张，没有，哎，我们的排舞是调得很整齐的。
有雕舞，有雕舞。我跟你讲，因为副歌总会唱三次，我说他们跟我讲说，我们三个层次要不一样。而且这一支舞有一个特色，什么特色？就是跳的最少、最不激烈那个人却满头大汗。永远都是这种状态。他不是因为累，他体力真的很好，他是因为心虚，真的心虚到爆了，心虚到这样。而且看不出来是同一支舞，有种三 A 龙吧，还有完全是 solo， 骆驼克，整个表演是水浓于雪。雪浓于水，因为我跟你讲，他们四个太帅了，需要一些化学变化，否则熊进京啊，熊进京啊，他们这样表演，我可以带他们去作秀，他们来唱，我突然来下这一段，大家底下能看得很开心，对对，笑哈哈，娱乐性，娱乐性很，那完完全全你都跳整齐唱，那没有人感觉的，没有点，那我们这样结合在一起，这个我们同意你这个说法，这表演本来就是要冲突感，但是也不能这么不整齐。不要！我知道他听我在讲。这一支我会怕吗？他会缩进去。这支是算是我演艺圈有史以来遇到最困难的一个通告，最困难，我花最多时间上的一个通告。其实呢，他们这个通告问了很多艺人，其实很多艺人其实他们都不敢接，不敢接，不敢接，哦，宁愿饿死都不要接啊。很多有这么困难，很多朋友啊，那个赵哥嘛，赵哥啊，客房哥啊，国贤哥啊，这些接到电话都说不行，这个我太 CP 值太低太低，而且出来表演。还会被人家笑，怎么啦？讲的好像要上刀山下油锅一样，真的很难。来，看看挑战 VCR。Yeah， 我在大热门跳的舞呢，几乎都创下百万的点阅率，所以这次我要挑战是什么舞蹈呢？放马过来，没在怕。音乐好熟悉哦 ，BTS 啊，我女儿现在都在看这个，很帅。谢谢，这个钱我退你。干嘛？谢谢，再联络。脸还在抽动。对，我这个老骨头不可能啦，而且我以前跳舞都是跟女生一起，这一次腿够腿，我不想练。我帮你找了世界舞蹈大赛第七名的舞团来帮我。七名的舞团，哇，这个是北京 Y13复健舞。哎，老师，你稍微看了我一下，我这样有办法跟你们融入吗？绝对可以。确定？对。因为这一次的舞，我稍微刚有电脑看了一下，是防弹少年的歌曲。对。那我们不能，我是防弹中年人。看看面，老师。没错。来吧。你好抽筋哦！你在练什么舞？我要参加大热门的一个舞。
舞蹈比赛，发言发错人了吧？我们现在在山林里，钟哥在膝上的一块石头练习舞蹈，还戴着白手套。哇塞，这样你在练？好危险哦！真的感人，感人。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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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较适合这一首。集训了一个礼拜，就三个字，想放弃。这个太难了啦，那个记不起来啊。出外景都一直在练，真正的外景那个节目没好好录，也没学好。好，我今天再来练看看，再试看看，看能不能把先把动作整个先把它背起来、记下来，再去稍微把动作稍微修一下。垃圾哟，垃圾哟，垃圾垃圾好哟，接下来垃圾哟，垃圾垃圾好，垃圾好你手嘎，垃圾来当我女友。我一整个礼拜都在练这个歌，是是是是，甚至晚上睡觉还会激动，我突然会坐起来。所以你看，人就是一个转变呐、啊。以前要叫小公哥好好讲话都讲不了，是啊，现在变得还可以讲笑话，还可以表演魔术，现在竟然要表演舞蹈，才接懂会跳舞吗？好感动，会。你哦，你会跳？是跳哪一种？敢我们一起来跳蔡嘉玲老师面前说会跳？对啊，应该是国标舞，没有陪小孩跳。陪小孩哦，快快快，停停停，那也很新啊，踢踢我都喜欢，就是踢踢哦，哦，所以其实舞蹈还蛮难的，对不对？嗯，对对啊，所以跟小钟哥一样，就是很难记舞步。没关系啦，我跟你讲，我只有一个重点，哎，就是一开头进去那个舞蹈的时候。不要落拍就好了。对，一开始很重要。对，一开始很重要。头过身就好像唱 rap 的时候，一开始没有唱进去的话，后面就乱掉了。没问题，所以卡住啊。跟你一起跳的。哎呦，我跟你讲，我找这个 IP Lockers。哎呦，这个是这算是世界级的舞曲。Mic drop， 来一起带来表演。Yeah.
几位老师，哎，谢谢艾玛老师。哦，太帅了，钟哥，太帅了啦！你完成了，你完成了，完全笑不出来。嘉玲老师，嘉玲老师，太帅！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表演，就是小钟哥让别的艺人觉得要吃这个通告下来。你一定要保持一个水平，对。然后另外一个双赢是老师们，如果连老师们都可以把小钟哥教成这个样子，真的，他们是非常棒的。艾皮拉克，对，真的很棒，真的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厉害，来个蹦蹦，哦，那个原本是 Ella 跟911那个蹦来个蹦来，怎么唱？蹦蹦蹦，你不是给他表演？带来真相，来个蹦蹦。失败，软弱无力，更当空有混，真厉害，更当有混，我怕空间，大官嘞，哦，大官看笑我，妙的。蹦来个蹦蹦蹦，你看那一道光划去，奔向遥远的远方，日个时刻去封顶。群全都是放，今日我梦寐有家，今晚我将要奔放，如此动人的时刻，他们像星星闪亮，找寻着一个新鲜，今夜将满时刻，给一个机会，不愉快我借题发挥，根本多余的泪水能浪费让他浪费，跟他说再见，潇洒离开，走也不回，快不良社会从来没有一天可以休息，给他机会就放这一口忘记烦恼忧愁，从今后我们的歌曲的话都，我的歌们都在 Number One 奏得住。哎哎，喘回来啊！哎哎哎，还有，人生经历就怕少年无力，现在哦腰又酸了。钟哥来，我帮你补一点。努力就碰跟当百混，让你往前往后往前往后啊 disco disco good good 啊 disco disco good good 啊 disco disco good good 好运 good luck good 啊 good luck good everybody good good 少年郎酷瑞贝卡老多郎背刷，我跟你讲碰这好运腰非常嫩 Q good good 跟当百混碰的歪拢会通哦。
是他们主要是要跟你开一个玩笑哦，哎，看你这样表演很辛苦，但哎又很好玩，对啊，你说观众没有看怎么骂？对啊，然后你别以为我们在聊这些，我们就忘记你前面抢牌的事哦。进歌了，对你找不到，找不到。他太紧张，他太紧张，他非常紧张。第二次又唱对。你在舞台上的经验就是每天一点一点一滴累积起来，慢慢的哈，积沙能够成塔，好不好？好好加油，积少能够化痰。谢谢他们的表演，谢谢。你觉得我出了什么问题？你说嘛。我觉得就是干嘛破音啊？就说啊，怎么样？怎么样嘛？他的旋律有些旋律，你不要讲，紧一点。秦桧有点紧张，你知道吗？不要这样啦。其实我是要向你致敬的，没错。要不然要怎么唱嘛？对不对？今年其实我觉得那是16年前的歌，对不对？对，嗯。16年后，如果继续用这个版本哈，我觉得显老气。来带来这一首《小姐，这是我的名片》Hip Hop 2016年最新版。Yo,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钟，我的职业是个谐星，我不帅，但是我很安全。想认识我吗？来听听我的 story。这首歌名厉害了，就是《小姐，这是我的名片》。今晚我走在东区搜狗前面，看到很多辣妹走在我的身边，我的眼睛总是在她们的身上转啊转，我的脚步也一步步接近。小姐。小姐，这是我的名片。哦哟哟哟！终于鼓起勇气向她表白我的心意，她总是不理不睬，继续讲着她的手机。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她始终没正眼看过我一次。小姐，小姐，这是我的名片。我是小钟，这是我的名片。小姐，小姐，这是我的名片。嘿嘿嘿，见鬼啦！嘿嘿哟，小姐，小姐，这是我的名片。小姐，小姐，这是特别设计的名片。小姐，小姐，这是我的名片。小姐，小姐，这是我的名片。小姐，小姐，这是我的名片，跟不帅的人比较安全。小姐，小姐，这是我的名片，做个朋友拜托不要拒绝。小姐，小姐，这是我的名片，今夜要不要和我干一杯？小姐，小姐，这是我的名片，今夜让我们来喝醉，喝醉。谢谢小钟哥，给他们握个手，哇！哎什么 A 什么？他们两个跳到 A 呢？小姐，小姐，这是我的名片，今夜要不要和我干一杯？小姐，小姐，这是我的名片，大家注意看黑色老师的脸，喝醉，好尴尬，好尴尬，嘿丢，没事，没事，没事。有时候也会遇到这种的，没事。两位老师，不好意思，谢谢两位老师，谢谢你让我对我的唱片有更多的信心。大家好，我是最爱好自由的射手座，爱好自由。常常有人问我说感情运怎么样，我说这个一路上呢算是顺畅，因为一路上都没什么人。喂，不猜车，不猜车，不猜车，找不到人。苗子海最后一位浪子小钟哥，真的真的，讲到我真的惨，单身3年了，我的朋友都已经生2胎，我现在在当人家的备胎。我讲这3年我已经大概我基本上呢都在做工具人。健哥有跟我讲，就是说现在已经到了年纪了，也不用想那么多，对，直接先上了再说。我有这样讲，我是说如果你女朋友先怀孕不一定结婚，谁跟你讲上了先再说？健哥跟我讲说，你现在如果对象，你就想办法都上。看哪个先，什么都上，就娶哪一个。哎，变差，变差，赶快别啊！喂喂喂，我报警啊！报警，报警啦！他说，他说你也差不多该哪个怀孕的话，你就娶她了。二来，二来，先以怀孕为前提。但是我射手座，
那我其实我常常认识的女朋友也都是火象的，不是母羊就是狮子，不然就是射手。嗯，然后我曾经有遇过一个这个射手座的女生，我有一次就带她去那个日本的迪士尼玩。哇，浪漫对不对？整个我带到日本去，那就是已经对啊，对，刚在一起差不多3个月，所以那也算是热恋期嘛。然后就感觉上很棒。那可是因为我有惧高症，然后我们去那个我们要玩迪士尼有什么很高的地方吗？我们要去玩那个的玩偶比较高啦。Hello， 这我的玩偶。高，我帮你背书。对，他玩咖啡杯都高了，因为咖啡杯要站上去，高脚杯。太怕了吧！我跟你讲，那真的你们不了解我们的害怕。我那个女朋友说，她没有说，哎，你陪我玩，我很高兴。她说，哇，你好损哦，笑这么大声。哎，我看你好像有，你是怎样？有裤子有湿了吗？啊，还被笑，直接取笑我，羞辱，直接羞辱，因为她还在三个月，对，然后没有给男生尊严，没有台阶。我当场就骂他脏话啊！客家脏话，但好像有一点合理。我就说你会说操翻操面，你帮他点餐呐？对，还要点餐饭炒面，哪这样操？然后就真的很火，因为我跟你讲，因为连日本人都觉得你这个男的是水啊！日本人又大男人啊，每个跟女朋友去玩那个都开开心心出来，只有我这样被骂出来。哦，厉害了，一二三，哇！小钟哥，今年就是今年好变。其实照理来说，小钟哥的命盘走到他现在的年纪，今年就应该要恋爱结婚，准。那今年就已经有破釜沉舟的心情。在新的一年呢，一定要直接，不要装含蓄，然后呢，也不要放长线钓钓大鱼，就直接现在就钓起来。为什么？就我喜欢你，直接会变。你用钓鱼的，不要再钓了，直接。就直接飙了啦，射黑尾，射鱼就是有中就有中，没中就下一个再飙。讲是偏难听啦，就是起码就是你喜欢的就勇敢说出来，因为也没办法等了，对，也等不了那么久了啦，时间快到了，真的啦，时间也快到了，对的，对。再拖，如果你看你的星盘走到2024年，继续等8年，那再等几年？哇你嘞，再八。婚神就远离。哎，小钟哥，你真的要加把劲，因为现在演艺圈啊，给自己设有一个赌注，在赌小钟哥跟马国贤哪个先消失。他真的吗？对啊，小钟哥加油。结果后来赌双方的都输，对，哎，结果是其中有一个出柜。我们是真的有感情的，哎，对，真的是有感情。他从来都没有讲过。那个惊弓之鸟，心磊接到这个通告。接到这个通了，很开心，很开心。哎，有没有想到小钟哥会这个？对啊，邀约你指定他的，对，我是指定他的，不是指定，因为我这个还可以这样指定，没有你好像指定很多人，是他愿意，因为原本有指定那个吴彩珍嘛，哎，有这边有时间吗？可以，早上要出外景，可以找彩珍或是蓝心蕾或是邵代人吗？WhatsApp， 一人小钟的，而且心蕾还是最正边，哎。FB 里面谁不知道？没有，这是我跟通告对的啦，就是蛮可爱的，就是我们喜欢这种的。你们怎么会这样子啊？你上面前，你愿意嫁给我吗？你们网络节目啊，对，你的节目很夯哎，对对对，好辣哦。在我朋友星辰 online， 但肖董嘛，总哥才是眉头吧？这个感觉，眉头眉头啊，你在那里，这个基本上啊，小钟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你以为他这个逢场作戏跟你做求婚哦？如果这个女生是他完全没有 feel， 他就不玩这个梗。宪哥太懂，对，宪哥太懂这种梗了。知我者真的是宪哥啊，比我爸妈还懂我。这种结婚的梗不能乱用。愿意嫁给我，立刻就娶她。哇！那么硬啊！当天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当天？当天是感觉良好，可是刚才看那个哇塞，就觉得他很花心。不是，制作单位叫我开名单。我看制作单位叫我开名单哎。他刚刚在后台还起名说忠心不二，在骗我。太死了！而且怎么样？我的婚姻都被你们搞烂了。我可是有机会被你们打碎。原来你不要这样弄啦，
真的啦，第一个是彩珍哎，其他两个也很好。那后来就说，那你有没有其他这个觉得不错的对象？我就哎，我跟他有合作过一档节目，我觉得这个女生其实很温柔，而且她个性真的是，她认识的艺人很少。她说我是她认识第一个艺人，真的吗？因为那时候就是搭档主持，她是我第一个认识的男艺人。你本身是新加坡人，对，我是 DJ， 然后我们有听过你的，我们有听过你打碟，这个我看过两次。新加坡住哪里？住哪？后港。我在 Ocha Road 那边有一栋自己的房子。哦，那边是最 top 的一个地区，最繁华、最贵的一个地段。但是它因为它有八层楼嘛，我们现在没有人住。哇！我等一下拿钥匙给你。不要讲，你不要顾着。新梅，要不要换？要不要换人？要不要换人？帮我帮我。对不起，我跟他讲一下话，没你的事。怎么样？宪哥，我跟你讲，还是每次人家喜欢上被抢。你刚刚用篮球。好了，没了，没关系了，没关系了，没了。我跟你讲，宪哥是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男人，我说真的。你不敢聊戏，聊戏聊走心了。这一段我会用很，有可能就是这一次机会了，会用我生命的爱去爱，好好去表演。如果说在表演里面能够让对方感动。搞不好他真的喝下忘情水，真的有机会了，我尽量喝的不是孟婆汤，好吧？来带来这个天罗地网。哎呦，可爱。Red good it down day sir， 我的梦想要实现，我的地在东南塞，有什么能给不回？왜내그리재미없어아그건나도마찬가지 Tell me what I got to do 그반대로 Bluetooth 켜아무노래나일단틀어아무거나신나는걸로아무렇게나춤춰아무렇지않아보이게아무생각하기싫어아무게로살래잠시 I'm sick and tired of my everyday Keep it up, I don't know起飞三秒多的时间，脚会离地三秒，来。哎呦，我跟你讲，你们这音乐是不是搞错了？
怎么说？你这个音乐应该用天哦哦。阿公阿伯煮咸，阿妈阿妈阿伯煮咸。两个人，你们在忙什么？因为两个不会，他们没有违和感哦。台台客台客，他都跳起来，两人步伐都错的，但还可以合的。他们两个跳起来那个律动感是合的，两个都很不协调，做之合。爱爱的路上不是互相 match 叫做很好，要互补是最好。老婆很淡定，有没有看到？老公很容易盗汗。到了很夸张，对对对对，哎呦，你刚刚这段表演，你心里面呢？我觉得他很有安全感了，就是跟他练舞的时候，他都会说，哎，你要倒下去哦，下一秒你要就是亲到我这样，下一秒你要亲到我，真的有安全感吗？而且你没有听他那一句，是痛苦吧？家里爸爸妈妈会喜欢这种男生吗？会喜欢，因为他很成熟，就是他，而且他很搞笑。他年纪跟你爸爸妈妈应该差不远，相差不远，真的太成熟，太成熟。我总有希望。这老公年纪大比较多，两个人他会照顾一辈子嘛，对，是不是？对呀，而且他很搞笑，就私底下的时候一直讲笑话，真的是是是。好，那已经又到了拆麦的时候，要拆麦，先把它拆掉下来哈。小钟哥其实他也到了适婚的年纪，对，一直都到了。他25年前就适婚。然后到现在还在试婚，很难得能够有女生啊，能够让她心动。真的，因为她刚真的走心很紧张。人家说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对对对，心动就要马上心动。没错没错，马上行动。那小钟哥他也身体力行啊，因为他拉链都没有拉起来。对对对对。而且已经打开了。我有一次跟他讲，他感情的问题，你不能再用钱来解决感情。要用心，就交给你了。只有5秒钟的时间，你可以再做决定。到底蓝心蕾对于小钟哥这段感情有没有要接受的意思？我们给他5秒钟的时间来做思考。Yes， 倒数计时 ，Final Countdown 5 seconds，Go。5 4 3 2 1，请做出抉择。来来来来来，对大家讲出一些。没关系没关系，你就把我的 IG 取消关注了，我还是会继续关注你。哇，走心。可以啊，真的，我会继续关注你一举一动。好伤心。然后我一样就是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女生，然后啊，好啦，还有这时候手勾起来，会不会他已经是？已经有心爱的另外一半，这个是一个大不好意思的说，对对对。可是我有问他，他说没有。哦，你有说过是吧？没有。可是我刚刚就觉得，初恋是最美好的，所以就觉得想跟信哥就是。你刚刚不是说我是你的初恋吗？什么？初恋是最美好的。我先走，真的，我有通告，不耐烦。钟哥，钟哥，拜拜，我不拉你哦。别搞，真的要拜拜。你们两个牵手一起走，麻烦你们一起啊，直接走好不好？钟哥，哎，钟哥，拜拜，钟哥，小钟哥，我们的婚礼你会来吧？钟哥，钟哥，你牵着手，钟哥，不要，拜拜。小钟哥，你不觉得我们两个很登对吗？啊？你就不能成全我们？哎，真的走了，真的走了，后面有通道的，太气疯了吧！我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差不多20年前。那时候我们修比杜华去南部那一趟，宪哥没有来。哦，有凭有据的。然后那一趟呢，我就跟小马还有根红晚上的时候在高雄嘛。然后想说，哎，晚上来夜闯高雄一下。我们想说去漂配去玩一下，叫个计程车，我们找个酒店去玩。酒吧一条街。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看到，哎，有一个那个扛棒最漂亮的那一个是。那家店，我们就在10楼，我们决定，哎，下车说，哎，我们班就这家外表很不错，里面的小姐应该很漂亮。是。然后我们下车之后呢，一下车的时候就听到砰砰砰砰，要按电梯的时候，就看到人家在开枪。哇！
而且是互开哦，哇，火拼了，总共开了七八枪。对，我很怕那个榴弹会射到我们，我们就赶快按那个电梯，赶快上去。上楼的时候，我们要上楼的时候遇到枪战，在里面还是在？在也是在拉比，不要口急。大堂，在大堂，就是坐电梯，因为它这一栋里面有很多家酒店，很多家，我们是选择十楼那一家，对，然后就开了七八枪嘛，然后我们就赶快冲上去，之后到了上去，我们就想说很紧张嘛。很害怕，说啊，怎么会遇到这种枪战？对，而且我们从来没看过这个，第一次看到人家在那边开枪，我们真的会吓死。二十年前不得了，想说赶快喝酒压惊一下。嗯，不是你应该喝酒压惊，应该赶快离开现场，就不要在这边就好了，不要再喝，正常就跑掉了。还喝了下去，我们就喝下去。到一进去的时候，我们就发觉那个店，感觉那个又小金尿喝哎，感觉那个装潢不是很好。我们就坐到那个包厢说，不然你都已经来了，那不然看看小姐长得怎么样。我们就点了三瓶啤酒，对，就一走进来，哇天哪，都是差不多四五十岁，都可以做我妈妈那一种哦。那个啤酒只是喝的又喝不下去，但我们只喝了三瓶啤酒，我们就要走，他不跟我们让我们走，他说你最起码要一个小时低消了，低消啤酒太便宜了，对，他我们这样总共买单买了8652块，我还记得8652，哎呦，哇你哇，好可怜，现在的价钱就是8652，现在就可以写名字了，应该是我跟你讲，我对于钱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哎，8000多块了，其实8000多块，我刚那是我自己乱加的，对。8000多块，那就是说谎了吗？没有没有，我就真的吓到，我们就吓到，我就想说啊，那我们再找别家，反正时间还早，我们换别家嘛。对，就突然我们一开门的时候，浓烟整个呛进来，有底下因为枪战输的那个人呢，直接拿汽油弹去纵火，汽油弹，哇！我那比葱油饼还要可怕一下，那是汽油哦。所以说这个故事如果是真的话，当时是有上社会新闻，对，一定有。因为我是丘比多瓦的老板，所以我不置可否。我跟你讲，我不能表示我任何的角度。那个很可怕，汽油弹，而且那个整个烟已经冲上来了。那个电梯我们不敢搭，我们立刻就走那个太平间、逃生梯、逃生梯、太平间。休息了，这个完了，这个一定要选，直接走太平间了。我们要走那个逃生间嘛。逃生梯我们就往下窜，逃生梯。可是我们走到五楼的时候不得了，那个浓烟已经冒到整个你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是雾蒙蒙的。然后我又不小心滑了一跤，我说小马更红，小马更红，他们已经不见了。那最后我就想说完蛋了，我脚又有点受伤，有点掰开，但是我又失去了方向，我怎么办？这里又摸到墙壁，那边又是楼梯，那个很呛，对，很呛。我又蹲低身体，然后我就突然之间看黑暗之中伸了两只手出来拉我，哦，哎呦。我跟你讲，就是根红跟小马的事。哎呦，我当场兄弟情，根红说：“小钟走！”哦，立刻拉着我往下冲，我们就冲到底下去，然后赶快坐电车回去我们住的饭店。哦，结果就冲出来了，就冲出来了。那一次真的是很可怕，这是我一辈子的很可怕的一个故事，很精彩，真的真是假，真实怎样？来，带来这首《Senorita》。哦，这就对了。所以我还要先出来，我那个歌已经过，他还没拉。裁判的问题，红牌，跑错了，裁判。我跟你讲，我的，上来，我等一下空一下你就拉，好，慢点，超会死吗？哎呦，现场的朋友尖叫声炸裂！有。我人美声甜不红，没道理呀，有脸有身材不红，没道理呀，怎么翻不了翻啦啦啦啦
前男神来救你，裤子要很紧，紧到里面现在很黏，很黏，很黏啦啦，裤子里面很黏。小姐靠过来，歌词释放了男女片，我们就约在207房间休息，呜啦啦啦，呜啦啦啦，房间约会啦啦。瑟瑟的大叔靠近，谁要理他？快受不了想偷袭，跟我走吧。到房间洗澡，噜啦啦啦，噜啦啦啦。我的手不想停，摸一下又不会怎样。我不想要去啦，晚上带你去见影香格里拉。到房间洗澡，噜啦啦啦，哎呦，噜啦啦啦。我们编个编一个 imagine for you， 哇哦！哎，哎，软垫，哇！哎呀，哦！还是你在魔术，在大热门里面这种调情戏啊，做成一系列，你真的就靠这个走红吗？哎，真的，哎，都是这种拉丁歌系，调情系列，情色歌手，情色歌手，对的。他玩这种其实很猥亵，但是看起来都很舒服，对，很合理，很合理，算是可爱的了。佳佳，算是下次帮你编一个，好不好？有没有兴趣跟小松哥合作这种？啊，哎，佳佳，要不要？可以吗？这种表演啊，可以露出尴尬。Let i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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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it go。 不要你跑前面，好玩的，好玩。印主，印主，你看他怎么样？感觉怎么样？你啦，你啦，这个合作。我跟你讲，跟印主一起合作，真的那个心情都非常愉悦。哎，真的会想交往，很想交往。对，但是不是那么容易追啦，不容易。对，目前的状态是单身。单身啊，然后多久？多久？对，大概有几年喽，数年仔，数年仔，跟他的那个数变是一样久的，数变新鲜。我确实会跟他合唱会想交往。我觉得她是一个很认真而且很好的女生。那要先过我这一关吧。什么都跟你有关，为什么都跟你？上次吴彩珍跟你也有关。对呀，对，都跟很辣的妹妹一起。对啊，好啦，肌肉力松高，而且跟她合唱不会觉得怪怪的，这对，而且就很好玩，因为我们在那个排练的过程，我们就是互相洗脑啊，干嘛的？对对对，我觉得很好，就是洗脑就好，不要互相洗澡。没有，就是很有趣，而且我们编这个老师，我觉得他都会这个编的那个。刚刚好，是是，刚好是摸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然后编的真好，就也不会太过。来，欧尼老师，你觉得会太过吗？我不太想发表感言。兄弟有大哥都配到我这么多，小钟就配一个印烛，哎呀，他我配蜡烛，不会，还好他是我好兄弟，然后配一个这么漂亮的，我跟你讲，小钟真的。功力很深吼，要是今天换我来跟印主配，怎么样？怎么样？会这一段一定会 NG 超过十次，会，会，为什么？因为他的妩媚啊，哦，让男人不敢直视，对，直视。然后我会表演的时候会分心，分心啊！我刚刚就看到小钟哥有好几次，有点差一点闪神，都分心了。是，我刚才是真的想要亲下去的，刚才因为太进入那个状态。我后来才发现，你今天戴眼镜是要遮你有色的。对，其实看，其实我都在偷看他的。不是，好吧，他在偷看大字报。这个我想两位应该知道的啊，剪刀石头布，输的就赶快拿盾牌，对，拿这个盾牌啊，赢的要拿这个，好不好？木板敲的，那如果你有敲中就得一分，好不好？好，敲到什么程度算冠军呢？看我们的心情，好，然后看应该是看你们的身体状况，尽量头破血流，头破血流，选个下来，一个，只要有一方他是自然倒下，不是刻意，不是刻意，不是刻意。
不是可以不能像那个人演哦，不能像那个。其实有两个人，我们不用那么。贾若水。对啊，哎，我们一人分一个，分一个，哈喽，一人选一个。哈喽，哈喽，哎，人真人间难得几回闻呐，是不是呢？对不对？极品啊，舒服。你只是为了靠近讲这句话，那句话根本不用靠近。趁机过来看一下，对不对？那你是不是也是趁机过来？当然啦，轩哥你要揪一下嘛。没有没有，要谢谢他们为艺术来奉献。对对对。哦。本人呢，代表制作单位跟他们感谢。啊，谢谢两位。不要。要感谢一下，要感谢一下，感谢礼貌礼貌。预备，剪刀石头布，剪刀布，剪刀布，剪刀石头布。没打，好，那就没有，那就没有，继续来。剪刀石头布。预备，剪刀石头布。有有有，小松哥真的很想赢。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他是想在这一回合就把我打到死掉，然后我就不会玩。二比一啊，剪刀石头布，3-1，哇塞哇塞，情绪有没有情绪？真的很想赢啦，有情绪的啦，真的有。我想怎么打都可以，不能用脚胶了，不能用脚胶，要平面，多硬啊！剪刀石头布，石头布。好，没讲错。布，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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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再来水，脚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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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赢过。好，5-1，5-2。哦。好，6-2，剪刀石头，脚手布。有痛有痛，好，有痛有痛，好，6-3，最后一拳，可以输，好，7-3 ，OK， 最后一拳，赢的对方可以用锅盖，剪刀石头布，恭喜小钟哥获胜，福利表演里面还闺房秘密，哎呦，哦，我模拟，哇，六个。六只脚，哎呦！哎呦！哦，你都太爽了！是啦！哇塞！哎呦！不是吧？没有人这样起床的啦！哎呦！哎呦！哎呦！好可爱啊！哎呀！啊，这个好吃啊！他就演死人的，他是床戏的，他还看不到，我们不能看到那么早。我们站起来，收到邀请函。哇！你这里等会我帮处理。哇！Yeah.
呦，掌声鼓励，哎呦，不能，哎呀，太棒了，小壮哥的笑容没有停过，看得出来哦，这个，所以你看，用了他们这最大的危机哦，有时候变成一个很大的转机，因为大家看得出来，林莎跟我们可爱的圆圆，其实他们两个舞蹈是。不是很会跳，第一次荧光表演，超可爱的，很 Q， 超可爱的，圆圆也是超可爱的。我也是第一次，对，但是我是第一次认真跳。哇，之前都认真跳。对，但讲我才想讲圆圆，其实你不认真跳比较好。对对对，有时候不要太刻意。对，可爱嘛，来来来，当事人，你怎么啦？没有，干嘛？手干嘛？手来。没有啦，没有啦，他们两个算是妙手回春了。哎，妙手回春是这样。用的吗？对，医术高，整个这个心情啊，哇，整个很跳跃，活络，假若活世界啊，已经对，而且他们其实舞蹈很棒，已经到了 end of the world， OK， 对，世界已经是最后一天，哎呦，对，有这两位，你会把哪一位让给我？我会选择跟你在一起。哎呦，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跟你在一起度日如年。哎，有道理啊。没有，我跟你讲，我会。林莎，我会让给宪哥。哦，来来来，不可能！哦，圆圆有话说，圆圆有话说。为什么不可能？为什么？钟哥刚才在棉被就说：“我好爱林莎。”这样。哇！千万告诉我，真的假的？没有啦，没有。可能吧。然后小钟，我圆圆又推弄亚亚出来。哎，你们两个算是荧幕情侣，好像荧幕情侣操作了哦。但其实呢，真的。跟他有交集的，我跟他有交集是他妈妈，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妈妈想跟我交往，情情节，这是真的啦。妈妈超爱，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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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是还好还好还好，不是对对对，因为他太多人追了，哎，条件太好了。对了对了，那妈妈也不错了，起码妈妈也跟他很像，而且那相上真的很可爱，很可爱。他是你最近是不是瘦了？没有啊，我觉得一样。你太久没看到我了。对对，有瘦了。他没有看到你就变瘦。哇！你像演员出来了，好了，两位在干嘛？两位已经下班了，不要让他床位退。凯蒂，及时行乐，及时行乐，爱要说出来，可以嫁给我兄弟吗？好，是直接就处理了，是哦，处理处理，对啊，他好像没有这个意思。好，没有没有，就是不对了，总不好说你快嫁给我吧。哎，做球做到这样，你太废了吧！你啊，错都没有。各位，小钟哥这一辈子认真对凯蒂说一次话，可不可以？你不要有这种邪心的包袱。认真认真，小钟哥认真认真，真性情。你知道我是属什么的吗？属什么的？啊，不知道。我是属于你的。假期一下下就好。Match， 我刚才变了一个魔术，你没看到吗？什么什么魔术？什么魔术？我变得喜欢你了。Let's go， Let's go。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好？你知道我最喜欢喝什么油吗？啥黑油？哦，你讲对了。来，直接来看一下交到什么样的朋友。哎，非常感谢大热门呢，知道我可能会孤老一生，能够多交朋友是好事情呢。好，我在想会不会安排曹大哥啊？如果安排他的话，我还是待在自己的家里好了。你啊，张立东啊，张立东啊！谁啊？应该一直以为是有女生会来跟你见面吧？是你。维尼西西也有了。心疼一点，不要骗。我年
想到你们到底懂，你们到底这是要干嘛？那你怎么不赶快去交一些朋友？都被你交走了、啊，对，女生都被约走了。哪里啦？不认识的也都认识啊。你认识的谁？熊熊啊。熊熊我认识，但是他没联络啊。我跟你唯一共同朋友就是尾鱼。哦，尾鱼，还是我们call给尾鱼。今天的话，想要吃饭还是吃面呢？哎，最贵的端出来。酒红酒红酒红酒自己花，越贵的越好。自己写，是跟我点哦，不是用自己背的填单的这种。无聊。所以他也叫我准备道具，他说万一是女生叫我变魔术，你要。啊，你们有这边有一些其他比较没事的可以来陪我们聊天吗？那一个的，啊，你来。你在这里上班了、啊？对啊。哇，太棒了！多谢你来解救我们哈。你怎么称呼？对，帮你、啊。嗯。哦，你真的帮我们很多哎。那你觉得他算是没有、啊、私底下会没有朋友的人吗？我不知道哎。你觉得我是个花心的人吗？应该不是吧。那你觉得他呢？诚实讲，一二三。不给我吧。你们两个可以当朋友啊。毛不二手的，二手的啊。哎，但是你给小东哥面子，对啊，你给他面子，我就给你面子啊，对啊，对不对？给他。哎，班长，有没有人送过你花？男生女生都有。真的、哦？你确定？嗯啊。我可以送你一朵花吗？白痴！旭东，怎么了？好险有他在，不然超尴尬。这些都是变给女生看的，真的。我变给你看也有点尴尬。对对对。聊什么？最近感情怎么样？感情状态？我单身蛮久，小东哥也单身蛮久。我单身很久啊，手头上我真的。手头上，我们人蛇集团是不是？比如说像巴尼这种。类型你会喜欢吗？他太好了，态度很强，我很怕那种态度。你第一天见面，去哪里？那可以帮我们拿铁都拿外带杯吗？这样，对，因为我们不想多坐在这个地方。董哥，你真的要看那个？你有看那个罗根吗？就那个金刚狼。我最近比较常看到大根。不要去聊。直接放弃啊！我真的不能用了。钟哥，拜拜拜。史上最快外景30分钟结束。三个其实今天真的是压力非常非常大。是对这个歌呢，其实烦。这首歌是算是一个经典的歌，是翻啊翻啊不能呼吸，翻啊翻啊。喂，那是别人的，那是别人的歌啦。今天结果是要唱翻，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啊。对，所以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臭皮匠。那肯定是。有李宗盛嘛？李宗盛就是我。华健嘛？是华健。哎，他学好，我也可以。几乎一模一样哦。对啊，像一模一样哦。他是品冠，我是品冠。品冠，华健哥，哎，真的是品冠，我就是官娘了嘛。以前超怕看到华健哥，为什么？因为我们在高雄唱校园演唱会，以华健哥的这个 cast， 他一定是压轴嘛，绝对。但如果他唱压轴，他就坐不上飞机哦。所以他们会每次就过来客房。要顶一下，我是已经结婚的人了。哦，那你唱后面，我就唱前面。哦，哎，那你唱他的后面，等于是死路一条，绝对观众走一半。哦，一层我还要自己坐统联回台北。我有首很有名的歌，哎呦，来哟，朋友一生一起。我把，哎呀，好像，好像，要要要，是华健，我就这么再来再来再来，这一句卖了多少年？对，我们后面那个里面都会有，最近比较烦，有直接来清场。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是不习惯，从默默无人到有人喜欢。比较烦，总觉得钞票一天比一天难赚。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我也许有天改名叫华健。
就蠢，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看那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那个后面还有一班天蚕在追赶。哎呦，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是越来越难。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陌生的城市何处有我的期盼？挥别了家乡的伙伴，现在的我更觉得孤单。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六加六级不等于十三。我问老段说，哎，他怎么说？怎么办？哎，怎么办呢？他说基本上很难。我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我比你烦。我梦见河南半岛爱一起晚餐，浓重的餐厅灯光太昏暗，我偏寻不着那蓝色的小药丸。哇，哎，人到中年真的是很烦。人生在国民歌王的年代，演唱会的票即将要开卖，已经没人嫌我长得寒酸，为何偏被无人识唱客饭？啊，天到麻烦都不麻烦，久了就是都会习惯，不要钱的午餐才最麻烦。没有带他先打扮啊，为了健身自己不敢吃饭，老婆出差我在家带小孩，麻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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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巨蛋票统统都卖完，通告和工作排得太满，妈妈的工作有些振作不来，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新的菜量场巨蛋，我们都想早点回家抱小孩。夜深啊，太太早点回家。我不烦，我不烦，我不念烦，我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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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的青春是不是？哦，当时这个，哎，当唱这个歌的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感受也没什么了，因为当时好像就是有一点。我为什么跟你聊着你这样？对，因为这边没什么好聊。怪怪的，直接唱的不错，你人太好，你还帮他们和声呢。有麻烦，麻烦。有同流合污的啊，忍不住嘛。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在这里郑重宣布，周华健的演唱会，谢谢，绝对不会有这首歌。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快滚！你也敢？也是外表，也是。今天这个单元非常的开心，因为有美女，你穿的人模人样。我把它当作来相亲了，蛮潮的。今天五位，你选一位，你会哪一位？哇，哎，其实五位我都可以。你怎么汗流那么多啊？对，满头大汗。我只能选一个啦。你们要注意哦，这种盗汗的就肾虚。其实五位都可以。身体不过真的认真要选的话，好，来来，手在干嘛？手在干嘛？我可能认真选哦。我可能会选慈妹。
因为又是年轻的，因为我前一阵子跟他去出那个玩很大的外景，有感觉。我觉得这个女生其实她落落大方，对，她个性很好，钟哥也很照顾我，非常照顾我。Kid 直接说了，如果她没结婚的话，没结婚，你在紧张什么？不用紧张，慢慢想嘛。结婚了，他会考虑一下姊妹，姊妹哦，对对，感觉就好像这个贤妻良母也做一点饭，怎么帮你洗衣服？哎，对，我不会煮饭，对啊，不会煮饭怎么办？女人不会煮饭才值钱呢，对对对。我跟你讲，我妈都吃外面，我妈都跟我说，女生哦，就是不要学会煮饭，你哪是高资本哦，你只是人 all you key。哎呦，哎，小聪哥承诺一下，承诺，我会对你负责的。怎么负责呢？你想怎么样吧。我告诉慈妹，如果她这样问你，好，慈妹你到这边来，我问你一句话，你就问她，一个男人如果连这付出不了，那你这个可以把它废掉。好，嗯，好，一边，我要问，好，说来，我怀了你的孩子。真的吗？我要做迟疑了。对，你要做爸爸。太棒了，太棒了。你为什么迟疑了？我没有迟疑啊，是迟疑。那你？因为他怀疑是我的。什么？关你屁啊！你也要参与他？你那瞬间表情哦，表情管理要错，这样就失稳。我怀念你啊，真的。哎，应该是非常开心，应该那个是0.1秒喜悦。师妹是个好女生，对，而且她喜欢 outdoor， OK 啊，然后爬山什么的。她现在有记得要卷舌哦，她讲 outdoor， 对不对？所以你看，够喝就行，这带回家爸爸妈妈都喜欢，对，而且这女孩是乖乖的，然后也哎很有面子。我 OK 吗？很好啊，你为什么又投降？你什么都会想，你表情管理要好一点。我已经有被害妄想症，常常会主动对我好感的，都后来发觉其实他们都另有也有目的，对，图你的钱，感觉上很真诚，姊妹没有，很真诚，她真心真的没有男朋友，真的，你怎么会知道？他没有固定的，乱讲话，姊妹有男朋友对不对？你说呢？哦，哎呦。这个就高级了，对对，而且那小聪都平常都在准备这些，对，那讲冷笑话，哎，后来冷笑话行不通了嘛，对，演艺圈。因为那个技术门槛比较低嘛，他完了之后他又开始在变魔术，大家都是学他，这已经是他生命当中最后一个春天了。如果这个再不行的话，哦，老大哥说的对，这个徒弟真的对他不起，所以我准备了一杯红酒。哎呦，对。这个东西能看到，但是就很奇怪，大家还是很喜欢，对，很好笑。各位，这个我看过第18遍，但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来来来来，厉害了！新的，这是一个软软的绳子，看到没有？对，软绳子，经过我。吐了之后，呸，还是软，对不对？没关系，我有威尔刚。白阿软，哇，好大一个！吃下去之后不一样喽。要让他怎么样呢？他站起来了。神奇，哎呦，你摸他吗？哎，软掉啊！他那种软掉啊？来，你来摸看看，不同的人摸会不一样。来，用力，对对对，好，放了。搞不好我摸会有不一样的效果。来，摸看看，谢哥。呀，起来喽！有没有机会站起来？跳起来呀！站起来了，哎，
其实它不是个绳子。哎，你们哎，干嘛？其实它是一个。对。哎呦，好厉害哦！干嘛直接说厉害？好，接下来厉害喽。还有还有还有，接下来这个厉害喽！你看一下，这有没有任何的机关？各位观众看一下，哎，没有没有吗？这很多机关啊，这什么东西都没有啊！这有什么东西？没有，明白我北来。接下来我跟你讲，我要穿过去，气球竟然不会爆。气球，这厉害了吧？你刚有检查过了吧？看好哦。破了。等一下，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拜，等一拜，这道具准备的人有问题，好不好？来哦，干嘛呢？要破掉啊！哎，呦，哎，好厉害哦！哎，你很厉害，真的哎！你脚不行，你脚不行，脚不行。好，算了算了，这又要掉掉那样了。有插进去一个人，有插进去过就过了。到底在忙什么？好，好，魔术变完了，接下来这个是跟唱歌分开的，分开的。哦，还有歌要唱，有歌啦。太不负责任的 ending 了。这只是一盘小菜，前菜，主菜是由这两位美女跟我一起合作。哦，真的吗？今年是猪年。哎，去年有一首网红很红的歌，一起学猫叫。哦，来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哦，那一首。我们改成一起学猪叫。哎，因为猪年嘛，好不好？好听，好不好？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好不好？好，来来，吉他麻烦一下。对对了，我您自弹自唱，没有跟老师合作。我想唱之前，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上一次啊，吼，在这种露营的地方，然后唱歌啊，就是天团木村拓哉 ，Smart。台湾就是我了。One, two, three, go。我们一起学猪叫，一起扣扣扣扣扣，不要叫我地沟票，哎呦扣扣扣扣扣，热热心脏快，哎，老师再一次好不好？谢谢。好，再一次，再一次，不好意思哦。好 ，One, two, three, go。我们一起学猪叫，一起扣扣扣扣扣，不要叫我地沟票，哎呦扣扣扣扣，觉得心脏快停掉，我的运动没有效，猪年在诞生我就扣扣扣。哎呦，每天都想要爱的宝宝，但是都一个人抱枕头套，小种种很不跳，功能一直剩下尿尿，你迟早会挂号。每天都想要爱的宝宝，但是都一个人抱枕头套，小种种很不跳，功能一直剩下尿尿，这样下去迟早挂号。先割从果子卖到果胶，如果不结婚还在混号，喊点说先不要，再爱玩渴望乌龟桥，但去过光只会更巧。好，我们一起学猪叫，一滴口口口口口，不要叫我地沟票，哎呦口口口口口，觉得心脏快停掉，我的运动没有效，猪年在诞生我就口口口，需要有人陪我睡觉，一起口口口口口，左右两个刚刚好，哎，光先不要干掉我，看得到我吃不到，下节目就想要，只有嘿嘿我们先洗我们一起学校中校，一起。
我们一起学习仙歌叫。我们一起学喊尖叫，哎，先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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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学喊歌叫，干什么东西啊？干什么东西啊？干什么东西啊？我们一起学噜噜笑。我们一起学猪叫，一起叩叩叩叩叩。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整个心情非常好。小众这一首歌在这里说一声，说一声谢谢你。请问你在滞销哪一点？我好想交女朋友，好想交女朋友。实在是，应该是不是说到了，是快过了结婚的，已经过了那个适婚年龄。对，但是现在真的就是还是想找一个伴。那有时候就会在那个 FB 或什么，就是跑拍嘛，就说啊，情人节又要一个人孤单过。对，然后宪哥就回我，哎，你不是只有情人节的时候孤单，你平常也是孤单。好惨，很合理啊。不要悲伤，不要悲伤，每一天对。那好好加油了，这艺能界里面永远的倒数第二个男友，真的，这个魔咒要把它去掉。对啊，那个电影我们都看过。然后人家跟他交往过以后，都决定赶快去嫁，然后都很幸福，然后都嫁得很好。我后来发觉我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还特别前几天去买书来看，是什么？因为我知道他们那些女生为什么会离开我，你知道吗？我跟你讲哈，大家看到的是他插科打诨的一面，对，是。而我看到的，在他讲笑话的时候。我竟然有一种心酸的感觉，就是你没有诚实面对他的生命，其实他内心世界是空虚的，自己回到自己延吉街的住处，一进去之后，一个多年前买下延吉街很贵，只有一张床的一个破烂老公寓，他讲得很惨。我跟你讲，我的第二春快来了，因为曾经有一位知名的这个女艺人，她算是女神级的，娶了你。她说不是，她说如果现在我跟我男朋友分手了，我就要跟你交往。这个人你知道是谁吗？谁？就是熊熊。那熊现在等到了吗？啊，等到了吗？熊熊现在不是你有讲过这个是单身了？熊熊那天难道你喝多了吗？对，喝多了。我把他放在心上，哎，不是，他很认真跟我讲，他抓着我，哎，隔天就看到他又跟张立东了，又是，我也对，这个就是他正在释放费洛蒙，费洛蒙，对，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小钟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你只是安慰我，你不要这样讲，好人卡，哎呦，不要，哎。正经一点面对，我真的很正经，很爱搞笑。家里会不会逼你啊？就说哦会，对呀。我跟你讲，我爸爸每次我们有养一个那个约克夏，他抱那个狗的时候，就好像抱孙子一样，哎呦，乖啊，哇，好听爸爸的话哦，都讲给你听，乖孙啊。对，其实我看到那个感觉是，哎，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对不起爸爸。在聊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对我忘了你是在做什么。就是桃花滞销，桃花滞销。那有时候呢，就是喝了两杯之后呢，其实大家知道我是修比杜华嘛，以前就是写歌的，很感性的，然后就会写了一些歌。那有一天就是特别有感觉嘛，喝了酒就写了一首歌叫《大叔之恋》啊，《大叔之恋》新的创作，新的创作，然后词曲都是自己做，自己写，然后就觉得哎，这首歌蛮有自己的这个年纪的那个感觉。对，有时候哎，有时候钟哥在那个 IG 上面其实都是蛮感性的 po 文，有时候会 po 文，对，但数就很少。OK 了，笑话。今天好好把这一段表演一下，我们再来给你评断。你相信我，你是否我会很认真面临到人生的 bottleneck？ 因为我已经瓶颈，我已经厌倦这种生活。厌倦，你有一些厌，我已经厌倦这种生活。今天在场有这么多，其实有一些单身的女生或者一些没有男朋友的，是单身女性。米娜，贴出来，嘿，赵冠，又赢又赢。我又赢对吧？好好好，加油！来，我们现场的大叔之恋，来。我年纪已经48岁了，
到现在还是一个人。最近右手背又变得更壮了。其实我很伤脑筋，最近卫生纸又买不到，很希望今天能够找到一个心灵的伴侣，找到命中注定的那一个人。大树之恋。身高不是个距离，年纪不是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一起？他说奇怪有点问题，只剩鸟鸟还可以，给我一点时间，保证一定行。从没想过转眼就一丝世纪，他忘了要忘记，还是不懂你的心。恋爱 ING 没有爱，只有 NG。 虽然有钱但没自信，肉麻当有趣。恋爱 ING 没有爱，只有 NG。 虚假像错太难设计，他忽高忽低，哦，心里要紧。好，那接下来呢，邀请在场有哪一位觉得我是个不错的男生的，愿意我想要稍微有一些告白，想对他变一些魔术，有没有啊？有啊，那里有人啊，来米娜。好，不然就哎，米娜好不好？哎，谢谢谢谢，给我个机会好不好？变个魔术好不好？好。我跟你讲，一般来讲的话，来，你在这边好了。把妹的话，一定要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是，这很重要。我接下来是个预言的魔术，请问你的偶像是谁？先不要说。他的照片已经被我预言在这个信封袋，有厉害哦！哇，怎么可能？你尽量讲，已经放在里面。对，哇塞！现在讲吗？你现在讲，还是想？还是下节目之后你再说。现在跟你讲吗？现在跟我讲。宪哥，哎呦，我超喜欢宪哥的，真的。你喜欢他哪一点？从头到脚每一点。真的吗？好，你请回座，谢谢。来，那个李雅，李雅换你了。因为照片里面没有宪哥，要讲到里面的人，你先休息一下。OK， 对对，啊，万能的，太屌了，所以一定要讲到你里面的才 OK 的。对，这什么烂套路啊？有，还没骗完。来来来，你的偶像是谁？小钟哥。这听起来就舒服，真的，懂节目流程嘛，对不对？懂做人，没关系，你不要讲我没关系，你讲真正的偶像，对，真正的，不要讲我没关系，他的还是小钟，没关系，你讲别人没关系，对，因为照片是照片也是别人，真正的吗？国外的可以吗？周汤豪，周汤豪，我跟你讲，周汤豪照片已经被我预言在这里，哎呦，哦，怎么可能？可能吧，我拿出来那就真的厉害，三二一。周汤豪三个月大时候的照片，而且还坏笑，坏笑，有。我跟你讲，前几天有个人说他的偶像是 Michael Jackson， 我也变出来了 ，Michael Jackson 三个月大时候的照片，你一定觉得很烂，对不对？不会，非常好。接下来我让你看一个真正的 magic。哦，真的要变了吗？拭目以待。是开玩笑的啦，哎呦。要把我绑起来吗？你很想吗？我跟你讲，好，你麦克风拿着，你检查一下这两根绳子有没有任何的机关。没有，对不对？好，来，你这样拿着，这样拿着。抓紧。
抓紧！过过不去，加派，就像我们两个的爱一样，没有爱。你不要，你不要拉，对，抓紧！一，怎么会这样？二，要干嘛？等一下，没变成功再试。点都这样。一，二，吹一下。什么意思？穿过去了，穿过去了。哎呦，你没看清楚吗？再一次，看清楚，看清楚。没有，没有穿过去啊。这是不是过不来？对，过不来，对不对？嗯。哎呦！哦 ，It's magic， 速度蛮快。对，掌声鼓励一下。好嘞，这时候是不是应该？来一下，这个表演的，准备很久 ，OK， 要应该吧，对不对？可以，可以。安全之吻。哇哦，好可怕！小庄哥可以申请了吗？好，接下来厉害了，这个一个丝巾对不对？是，空的对不对？哎，把丝巾拿出来。哦，等一下，等一下。丝巾对不对？好，没问题。再一次。嘿，把它放进来，把丝巾拿出来。等一下，麦克风给你。你说什么？丝巾不见了。不见，对不对？我觉得你的手有问题耶。丝巾在这里啊。怎么来的？对不对？再看一次。你再拿一次。来。好，再一次。如果没有丝巾。哎。怎么会这样子？在这里啊。你觉得你看不懂吗？怎么可能？你过来，你过来，你看不懂，你过来。熊熊，我那么笨哦。为什么？你把丝巾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来打开来，打开来，打开来。为什么？丝巾不见了 ，It's magic。来，熊熊，先不要走，熊熊。还有，还有，去，哎，我有去。停得太夸张了啦！哎呦，停哦！好小啊！什么好小？这一抓进去，小哥哥你好小啊！谢谢，好，请回座。然后呢？接下来是变什么？接下来我要把歌唱完 ，music。ing 没有爱啊，只有 ng。虽然有钱难没自信，肉麻大有趣，恋爱 ing 没有。啊，只有 NG， 啊，需要像做台喷射机，它忽高忽低，哦，心里要紧。哎，厉害！来，小钟哥，来来来，太厉害了！哦，小钟哥，我跟你讲，今天我带来这一组人马，我觉得真的非常厉害。为什么这个社团很厉害呢？因为跟着我有息息相关。因为大家知道我喜欢变魔术，对对对。而且你看这一次来的这一组人马，这个社团的话，怎么结巴了？他是算是全台湾，哎，不要收钱哦，嘿。哎呀，太赚钱了，好难看哦，这个画面。算钱算的那么悲催，这是没看过百元钞票的。对呀，那黑鹰，黑鹰精要注意一下。没了，我跟你讲，想不到台湾被我找到了这个社团，这个厉害的社团，因为他们本身是两个，算是最高学府，清大跟交大
组合起来的社团，青椒啊，他们青椒，哎呦，结合起来的社团，非常营养的一个社团，青椒社团，青椒社团啊，他们本来刚刚是钱是拿在手里，后来他们就决定先放过。真的哦，三个人是吧？三个一起，所以你们的 title 叫做，我们的 title 叫做魔术三巨头。自己讲都有点，讲到嘴软，有点怕，怎么会那么没力的感觉啦？魔术三，我讲青椒三魔头，魔术三巨头要出来，我先来个开胃小菜。哎呦，因为魔术三巨头要来了嘛，来了，先收了。开胃小菜吗？有关于眼睛的魔术，漂亮，眼睛。哎呦，这是巧克力哎！你把眼，你把眼睛吃下去啊！哦，哎，这个很漂亮，哇，这个很漂亮，哎，可以哎，这个厉害，这个厉害，哎，怎么没有说 magic？ 对，还在哎。好，谢谢精彩的表演。没有了，魔术三巨头输了一巨头，还有两巨头还没出完。刚刚地上就有两巨头，没有，还有两个，还有这两个厉害。你们在表演当中，我们如果发现破绽，我们可以我们可以适时制止。我跟你讲，有破绽的话，检举奖金100。哦，检举奖金，什么意思？你100就不用那么大。10000，好，好，带来魔术三巨头。来，自我介绍一下这两位。哦，大家好，我是青椒魔术社的盛明，我是青椒魔术社的齐恩。会紧张吗？有一点点，不要紧张，好不好？当我们魔术拿出来的时候，他们会吓一跳。哦，第一个魔术的名称叫做是。今天呢，我们很难得上电视，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道具。哎呦，来哦，别仔细看，在道具店都买不到，买不到，真的。哦，哎，牌盒里面有一个。哦，哎，不是一张牌。哎，接下来我们要挑战一个很困难的魔术。好，我们要瞬间把卫生纸变成各种各样的动物。哎呦，厉害了！好，期待哦，期待哦。仔细看，一、二、三。狮子，哇哇哇！哇，没关系，狮子，他现在正在考验我们的耐心。慢慢穿，慢慢穿，慢慢穿。注意看，鸭子，呱呱，有点危险。接下来厉害了，我在考虑我会不会变。今年是什么年？今年是兔年啊！兔年，不会吧？这个最难变的，不会是我想的那个吧？不可能吧？不可能吧？我会跳的，该不会是会跳的吧？我可能够被你们猜到，不可能，我还是叫小钟吗？嗯，有道理，就是有，就是兔子。接下来，这个道具你在魔术界更少看到了。嗯，没错，什么道具？这样我们要用的是橡皮筋，厉害了。OK， 两条橡皮筋，嗯，我们只要像这样转啊转啊转，渐渐的就会变成两颗小星星。来，给镜头看一下，这个速度蛮快的。来，橡皮筋有弹性，我们都知道嘛。对，我们可以拉一拉。来，慢一点，慢一点，给镜头看。你要看电视后看镜头，对。不可能还在洗澡。真正的压轴永远是在最后。是是是。橡皮筋对不对？你看，我就很懂得导播，我会知道看橡皮筋对不对？哦，这样更明显。这是很普通的橡皮筋，对不对？对，点头嘛，对不对？哦，接下来遥控我们点头。经过我摩擦、摩擦再摩擦之后，呸呸，真正的星星！哇！尖叫！兄弟啊！叫出来！兄弟！是是，哦，好久没有打人了。在这里，两条橡皮筋，对，慢慢的放进去手里面，可以看到一点哦。
它完全卡进去了，左边这样撞不出来，是右边这样撞不出来，但我们只要吹一口气，Magic， 一样子，两条橡皮筋放进去，是真的在里面，真的，真的在里面。对对对，注意看，注意看，一定没有注意看，因为它出来了。哎，哎呦，哎，这个有表演到，有，再给大家一次机会，这次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嗯，哎，大家好像没有注意看哦，因为又进去了。哎，又在 ，That's good。最后一次，今天特别开心，第一次上节目，加码演出，慢动作的出来。慢动作演出。哎，老钟哥也帮我拿一副扑克牌，没问题。今天我们有三个魔术师，所以我们准备了三副牌，特别准备三副，给大家看一下，是真的扑克牌，有52张牌。那我现在需要请宪哥，宪哥方便出帮我一个忙吗 ？Sure， 我完了。OK， 宪哥帮我在喜欢的时候喊停。OK， 好好好。停不了。停不了，没关系，我们再一次。停。停在这里嘛。OK， 宪哥停到这张牌，我们看一下这张牌是什么。哦，你停在那里，慢一点。给镜头看一下哈，给镜头看一下。哎，梅花五。OK， 梅花五。宪哥，待会请你帮我一件事情，怎么样？要帮我记住你选到的梅花五，带到口袋去，不要看，在里面，不要看，不要看，带到口袋里面，确保没有任何动到它，不要紧，带到口袋。OK， 那记得露露姐可以帮我一个忙吗？好的，好，一样，要喊停吗？等一下呢？对对对对对，好，停停停在这里，停 ，OK， 好，停在这个位置，好的，我们停在了一张，来给镜头看。看清楚，裴老师，看清楚，请你帮我快速的放进口袋，不要让任何人看到。很好，大家来掌声。OK， 等一下，怎么了？表演怪怪的。怎么说？我刚刚的牌是什么？梅花五，梅花五，梅花五，对，梅花五，梅花五。那没事，黑桃石，黑桃石，我们都记得了。嗯 ，It's my turn， your turn， that's right。魔术师最擅长，像他们两个就没有稍微炫技一下。嗯，魔术师最厉害是什么？花式切牌，拉牌，拉牌，切牌。哦，花式切牌更厉害。我来表演花式切牌哦。哦。花式切牌，梅花式 ，It's magic。有炫到，有炫到。好，接下来厉害了，一样，任何时候喊停都可以。好啊，停，对不对？好，就这一张。别别别，干嘛喊停啊？我跟你讲，钟哥真的魔术来了。好，好，停，停在这里，对不对？这刚刚就是你要的牌，看好哦，这张牌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哈。我现在要干一样，停，停在这里，对不对？对对对对。好，这一张就是拜托拜托，是汉庭需要的吧？对，我刚刚就要停到这一张，这一张对不对？黑桃八，好，那黑桃八把它带到口袋，不要看。好，厉害了。好，这里有个信封，我们对一开始就没有动过。嗯，这里其实信封里头呢有一首。我们为这个节目写的诗哦，藏头诗，对，很用心。让我们跟着念一次。好，太想跳舞，太阳大，热起来时真的热，开启门吧，何必关？有时候啊，对，事情看似很简单，其实那是因为我们只看到事情的表面而已。哎呦，来了，真的来了，真的来了，各位观众，有来了。有梗了，来，我在等。让我们把时间回到大概一分钟之前。对，宪哥、鲁鲁、汉典分别选了三张牌。嗯，宪哥抽的牌是梅花五，梅花五，梅花五嘛。然后鲁鲁，鲁鲁抽的牌是，你怎么都没记？记五，那桃李我们都记得哦。黑桃石，没错，对，黑桃石。嗯，然后汉典抽的牌是。黑桃八，黑桃八，十五，哎，五十八，对，五十八，五十八，哎，五
哦，哎呀，八。哎呦，十八哦！今年刚好就是第五十八届金钟奖最佳主持人。但是你以为我们的用心就这样子吗？没有，还有吗？最后的大彩蛋要来了 ！It's magic, close。五十八届大热门得到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大热门。麻烦宪哥把你的牌五啊，你请把你是哪里五？这一看就知道五啦，对，就从他手里拿过来。当然当然，五就五，不可能变成一个大人吧？对对不对？看一下，我靠！等一下，原本五，不会，你看是拿的是十，对不对？十，你看一下，热吧？大热，拿出来，热。现在压轴总是压力最大，对对，真的很恐怖。如果不是门的话，不可能，不会是大热。我中间偷天换日了五次，来还换错的话，我吃掉。好，各位观众，对啦，请看，加油！这个客制化的魔术献给综艺大热门，耶！谢谢大家，谢谢好棒啊！哇，冷汗直流，冷汗直流。该是继大卫考伯菲，对，这两位之后，我见过最好的魔术。对，因为大卫考伯菲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过任何魔术，所以是非常。精彩，对，这个节奏。我们为上次的通告，三个月前就敲我们，真的吗？真的，努力很久。我跟你讲，这个我算是要来血耻的。血耻哦。对，因为这个才艺之前曾经在节目上有表演过，曾经在这里被羞辱，被羞辱的很厉害。你这样讲，我们很难明白。对，为什么？几乎每一个表演都被羞辱，每个都有一点小问题。所有跟彩珍那个得垃圾哦，漂亮妹妹都会救我来垃圾哦，垃圾的时候我都会想着你哟。如果你害羞，不要跟别人说。垃圾哦，垃圾哦，垃圾垃圾好了，垃圾好你。一首歌，歌词还记得，好厉害！背很久，我刚直接看到千娜姐姐直接打一个冷战，加冷水的那种。我们跟你融入与共，因为你这段精彩的表演，对，我们也被观众羞辱，所以我们是一起来道歉啊，共同体啊。上次来他是哦，我们有影片，哎，蒙眼，看一下，我是来血这个词的。他以前是一个钢琴家，但是他现在包起来了。哦，很久以前呢？很久很久，七年前哦。开始。都帮我找一下吗？都。你听那么久，你听不出来是都啊？耳朵刚也撞破。嘿嘿。真的有蒙得很紧吗？终于，他的眼睛重见光明，可以拆开了，可以拆开了。拆线，拆线。医生，他第一次看到人世间的时候会有什么表情呢？小钟，好 ，Get out of my way！ 我想今天就拿出来了，不写这个见好就快收，好不好？我跟你讲，今天的表演呢，我又再加了一些更刺激的元素哦。什么元素啊？我今天呢？还找了一个蒙眼歌手，蒙眼歌手，这一位算是哇！跟你讲，我之前跟彩珍那个 Lesta Gio 已经造成轰动，你都是跟女神合作。这个为什么我会觉得她是绝世美女？因为我就是看不到的，那有点危险吧？没有没有，她一出来的话，宪哥会有感觉。哦 ，OK， 真的是一个大美女，属于我的菜那一种。我觉得是，不单单是你的菜，还是你的肉，该不会是小赖吧？秀琴。小 A 了，我跟你讲啊，见好就收，见不好快收，快收，好不好？好不好？我就是真的弹不好，我弹快一点。蒙眼弹琴，飞鸟何残？来 ，Let's go。天黑请蒙眼。我好像看到我阿嬷。
看到衫不？好，确定看不到哈。跪桥啊，跪桥，跪桥咯。OK， 加油加油。请开始表演。到雪上加霜，我刚刚好害怕哦，难为了。哇，这个还要我们讲吗？对不对？根本是废材了。我觉得有点拖累他，真的，因为我在练习的时候真的还不错哦，但是这个关若英的这个真的把我拖累，这可能有很多画面哦。对。